捞啊捞，捞个风生水起。今天我们与朋友相约去吃新年套餐，我们来到 Pioneer Junction 金山岭的怡宝和鱼大排档。来到这里，怡宝和鱼大排档已焕然一新，门口摆放了很多经典物品供食客拍照打卡。步入店内，怡宝的浓厚风味扑面而来。店内是有冷气的舒适环境，装饰中融入了许多怀旧的元素。此外，这里还是有两间装潢别致的厢房，提供更私密的用餐环境。怡宝和鱼大排档推出了多达六种套餐选择，我们选择套餐中的第二个配套，提前预定的话还有折扣18%哦。第一道是三文鱼捞生，大家围在一起挥动着筷子，越捞越高，已是步步高升。鲍鱼瑶柱蟹肉鱼鳔羹充满了鲜香的口感，每一口都能吃到鲍鱼丝、瑶柱、蟹肉和鱼鳔的口感，寓意着和谐步步高升。这道樱花鸡鲜嫩入味，鸡肉与人参药膳相融合，寓意着吉利健康。野生笋壳鱼煎至外脆内嫩，头抽的调味带来了深沉的味道，寓意年年有余。花雕干煎红脚虾散发着一抹淡雅的酒香和酱汁味道，寓意全年笑哈哈。豪黄鲍鱼爬生菜搭配豪黄的调味，鲍鱼与鲜嫩的生菜相得益彰，寓意富贵如意。荷叶虾干辣味香米饭充满了荷叶的清香，寓意团圆美满。最后再以一道荔枝糖水为这顿新年套餐画上美好的句号。从热闹的场面到色香味俱佳的年夜饭，充满了新年的喜庆氛围。赶快约上你的家人朋友，来到怡宝和鱼大排档，一起欢庆农历新年佳节吧。